像那个肉筋一样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你真的是我见过的为数不多台湾同胞儿话音说的这么好，对不对？肉丁儿，你会说吗？味精加了。你跟我说，门钉肉饼，门钉肉饼，门钉肉饼，差不多。门钉肉饼，门钉肉饼，饼钉肉饼，饼那个饼没有饼。门钉肉饼，门钉肉饼，说真。哦，可以钓鱼了。我去钓鱼。好，你去吧。耶、yeah ，走吧，先去学吧。先来吧，去互动区吧，这里都满了。走吧，你到700克的糖。好，可以。再把这两袋粉倒进来。好，然后再把这些水倒进来，再搅拌均匀。把它倒过来，闪一下。对。把它涂满，然后倒这么深。好停，好够了。你把它弄匀，这个就自我发挥。好的，好了，好，把它端进来。好的，老师。好，我们上笼蒸15分钟。好了，可以。可以了是吧？可以，那我去钓鱼了。好，去吧。我看一下，3根够了。这个让我来吧。这个会痒嘞。我戴手套了。可以，好。嗯。哇，真的好痒啊！啊。这个要可以抹什么药吗？不要抹，就让它痒吧。很难受啊。哦，袋鼠下来了。痒吗？太痒了，不行，我赶紧抹点什么。我没想到这个真的会立竿见影这么痒。哎，好痒啊。哇，真的痒，真的痒。用点盐吧。弄点盐是吗？你试用一下看一下。是用盐有用吗？还是用醋啊？还会痒吗？特别痒，你看手都红了。还有一个办法。嗯。就是用人的口水。哎呀，真的烦死了。用盐有没有用？你搓一下嘛。不行。